说到最美星二代，昔日性感女神邱淑贞的大女儿沈月一定有份儿，她越大越亮，很有妈妈的影子，难怪魏如航已经备受关注。沈月十九日在社交网站晒出美照，透露自己刚刚看完戏，照片中她穿着格子衫大秀香肩，她踩上四寸高跟鞋，另一双美腿更显修长，吸睛程度爆表。网友看后纷纷排队表白：漂亮的大姐姐生出漂亮的小姐姐，喜欢这种美，淡淡的静静的，不像那些网红。春。